是一个这个总部所联办的青少年家园化，整个主题呢 Dare to Dream Education and Career Exhibition， 就是让梦想起飞，升学和就业的这个机会。所以在整个就业方面呢，我们也感谢 Job Street 跟整个 Star Jobs 跟我们联办。在教育方面，我们也提供就是叫 K 大、U 大跟这个机制教育方面呢，所给予这个辅导。而这个社会服务，我们有一个马华的 Community Alliance， 这个一个马华带学金，跟这个一个马华医药的 Foundation， 当然也有讲座会呢，整个化妆的这个示范和这个人际关系跟记忆性的这个说明会。我本身呢、也会跟大家分析70年代跟90年代的这个恋爱的经验的分享。在高院4.0呢，由这个王乃智来分享，主题是 You are the apple of my eye。 我们是呼吁年轻的，尤其是15到35岁的，这个入场是这个免费的，当然家长方面也可以趁这个机会来参与，更了解年轻一代的所被吸引的 online gaming 跟 IP。